他曾经在中超踢球，被足球业内人群嘲，甚至引起韩国足坛强烈不满，还得罪了中国足坛，结果被贱卖到土超。现在的他在意甲大放异彩，还被评选为现役最佳十大中卫之一。用韩国网友的一句话来说：“引进三号球员后，那不勒斯在第三十三轮，时隔三十三年，拿到了自己历史上的第三个冠军。”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身穿三号的他完成了这神奇的蜕变，从一个中超后卫来到了世界顶尖？ 他是谁？他就是韩国中卫金文哉。大家好，我是长得有一点像金文哉的一丽。今天我们要来看看憨傻勇猛的韩国中卫金文哉的职业生涯。金文哉出生在韩国庆尚南道沿海的统营市，他的父亲主练柔道，母亲则主练田径，哥哥是明知大学校队的门将，他们算是一个体育世家。但是他的父母都很早就退役了，为了生计，他们经营日式生鱼片店。 金文哉小时候因为家境贫困，无法像其他孩子那样买到新球鞋，只能穿别人送的旧球鞋。最初，金文哉是踢前锋的，到了中学后才改踢后卫。十六岁时，他首次入选韩国入十七国家队，但那次经历却让他终身难忘。由于家乡离集训地点太远，他也因为没有足够的钱过夜，只能在集训前夜坐着他父亲自家运载生鱼片的大货车，花费了七个小时才能抵达首尔的训练营。 金文哉在接受英国《每日邮报》的采访时回忆说：“那辆货车真的很大，有个大水缸放鲜鱼。我很记得那一天，那是我第一次被国家队征召。当时我很年轻，很害羞，用这种方式抵达也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其他小孩都是搭一般家用车到部的。不过现在这变成了一个不错的故事，那些经历成就了今天的我。”金文哉虽然考入韩国三大名校之一的延石大学，但为了尽早展开职业足球生涯。 赚钱帮补家计。他在二零一六年从延世大学退学，并加入庆州韩国水利核电 FC，开始参加韩国国家联赛。他代表球队出场十七次后，在二零一七年冬季转会窗中自由转会到了全北现代汽车俱乐部。在韩国足球名帅崔康熙的栽培下，二十岁的金文哉迅速成为全北现代汽车俱乐部的主力后卫，并在当赛季荣获了 K 联赛年度最佳新人球员奖项。崔康熙可以说是金文哉的伯乐。 因为当时金文哉还在韩国第三级别联赛效力，而崔康熙发现了这颗被埋没的宝，将他带到了全北现代汽车俱乐部，让金文哉得到了更广阔的舞台，迅速崭露头角。在二零一八年雅加达亚运会上，金文哉共出场六次，帮助韩国二比一击败日本队，赢得亚运会金牌。回国后，他还获得了免除兵役的待遇。韩国球迷纷纷称赞他，认为他一定会前往欧洲踢球，并在韩国足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金文哉已经成为全北现代汽车的铁打主力，并入选韩国国家队，但他的收入仍无法实现让父母住上大宅的梦想。为此，二十二岁的金文哉于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宣布正式加盟北京国安，成为继二零一四赛季的何大成之后第二位加盟北京国安的韩国足球员。与欧洲相比，金文哉选择了中超，因为北京国安为他提供了一份总价值为一千五百万美元、为期四年的合同。 年薪相当于金文哉在全北现代汽车的年薪的八倍。加盟中超球队北京国安的这个决定，曾经引起了韩国足球球迷的强烈不满。因为金文哉在二十一岁就已经成为韩国国家队的主力后卫，备受韩国足球界和球迷们的期待，希望他能够去欧洲五大联赛继续提升自己。然而，他选择了加盟中超联赛，这让许多球迷感到失望和愤怒，认为他只是被钱迷惑了双眼，不顾自己的前途和韩国足球的利益。 不过，金文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的决定是为了更好的支持自己的家庭和生活，并表示将尽力在球场上取得更好的成绩，为球队和韩国足球争光。二零一九年三月一日，金文哉在北京国安客场一比零战胜武汉卓尔足球俱乐部的比赛中首发登场，并打满全场九十分钟，完成了他在中超联赛的处子秀。在两个半赛季的时间里，金文哉共为北京国安出场五十七次。 是球队不可或缺的一员。然而，他的一些言论曾引起中国球迷的不满。据报道，二零二零年五月，金文哉在接受韩国国内媒体采访时，谈到了他在中超踢球时遇到的一些困难。在场上，我要替代两个人的位置，我的搭档是锋线球员出身，对于防守的理解程度有些不足。虽然他是国家队球员，但对于补位这个概念并不熟悉。虽然金文哉没有直接点名批评他的队友于大宝。 但这番言论在传到中国之后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中国足球迷纷纷批评和攻击金文哉。最后，他还向俱乐部和中国球迷道歉，而这也给他此后离开中超埋下了伏笔。那件事之后，金文哉留给中国媒体和球迷们的印象其实并不好，北京国安也不再重用他。二零二一年八月十四日，北京国安以三百二十万欧元贱卖给费内巴切。二零二一年。 金文哉正式转会加盟土耳其超级联赛的费内巴切，签订了一份为期四年的合同。金文哉在十月十七日的土耳其超级联赛对阵特拉布宗体育的比赛中，收到了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张红牌。他表示：“这是我五年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在最高水平的比赛中踢球，我认为这是我需要的经验。”在土耳其联赛的一年里，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长，以及强烈的危机感，金文哉逐渐从当初的青涩懵懂变得更加老成稳重。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那不勒斯官方宣布以一千九百五十万欧元从费内巴切签下了金文哉，这也使金文哉成为了韩国转会费第二高的球员，仅次于孙兴敏。那不勒斯签下金文哉时，他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和怀疑。当时，那不勒斯队的核心球员库利巴利被卖到了切尔西，他的替代者至少应该是同级别的球员。然而，球队签下了一个默默无闻的韩国人。 金文哉的地位似乎并不比那不勒斯队内的替补中卫厄斯蒂高出太多，因此金文哉一开始被视为一个足球笑话存在。但是，所有球迷们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位看似憨傻、实质勇猛的金文哉很快就成为了那不勒斯队不可或缺的一员。在意甲联赛第二轮的比赛中，金文哉的头球攻门帮助那不勒斯以四比零大胜蒙扎，并成为历史上第三位在意甲联赛进球的韩国球员。之后。 他荣膺意甲九月和十月最佳球员等多项殊荣。金文哉凭借出色的表现赢得了那不勒斯球迷的喜爱，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他胸前的拉丁语纹身。这句名言出自古罗马诗人赫拉斯的名作《颂歌》，原意为“采撷今日，末代明朝”，意思是珍惜当下，把握宝贵时机，表达了他对于自己梦想的追逐和珍惜时间的态度。现在，他与克瓦拉茨赫利亚、奥西门等人已经成为那不勒斯球队中最受欢迎的球员之一。 每当他在球场上亮相，看台上便响起了 “Kim，Kim，Kim” Kim, Kim 的欢呼声。意大利媒体感到意外的是，年仅二十五岁的金文哉已经快速适应了意甲联赛。在十一场意甲联赛和五场欧冠比赛中，他只缺席了一场比赛。金文哉的出色防守功不可没，对那不勒斯欧冠联赛和意甲联赛的十二连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五大联赛中为数不多的不败球队之一，与皇家马德里。 巴黎、圣日耳曼等豪门球队齐名。如今，金文哉已经达到了与效力于五大联赛豪门的世界级中卫阿拉巴、马基尼奥斯、范戴克、吕迪格、于帕梅卡诺、米利唐和鲁本·迪亚斯相媲美的水平。罗马主帅穆里尼奥表示：“我在热刺时就想签下他，金文哉的表现可以说是梦幻的。”自从那不勒斯主帅斯帕莱蒂在夏季转会窗口引进了金文哉，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对金文哉的了解更加深入。斯帕莱蒂认为，金文哉不仅拥有出色的身体素质，包括速度、爆发力和力量，还像一头凶猛的野兽一般。他的勇猛和特点非常适合填补库利巴利留下的空缺，承担前压的职责。斯帕莱蒂成功地利用了金文哉的这些特点，在场上，金文哉不仅可以为球队带来坚实的后防，还能够带动身边的防守搭档，成为那不勒斯高居意甲榜首的重要功臣。截至第三十二轮。 那不勒斯仅丢了二十二个球，场均丢球数仅为零点六九个，是意甲防守最出色的球队之一。二零二三年五月五日，那不勒斯客场一比一战平乌迪内斯，金文哉首发出场，并为球队立下汗马功劳。这一场平局提前五轮确保了那不勒斯夺得了一甲冠军，时隔三十三年再夺联赛桂冠，使金文哉成为历史上首位获得该荣誉的韩国球员。他也是第三位拿下欧洲五大联赛冠军的韩国球员。 更是继中田英寿后，时隔二十二年再度随队问鼎意甲的亚洲球员。在尤文图斯、AC 米兰和拉齐奥等队的反复追赶下，那不勒斯夺冠之路并不轻松。我们都铭记着奥斯梅恩和克瓦拉茨赫利亚在进攻线上的亮眼表现，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后防线上的定海神针金文在。作为一名亚洲中卫，要在强调防守的意甲站稳脚，绝非易事。老实说。 作为亚洲球员，在五大联赛中站稳主力位置，并帮助球队夺得联赛冠军，绝非易事。虽然历史上也有多位亚洲球员夺得过五大联赛冠军，但其中许多人并没有像金文哉那样以主力身份出场。只有冈崎慎司、香川真司以及金文哉真正可以在五大联赛中稳坐主力位置。虽然朴智星在曼联表现出色，但他夺得英超冠军的四个赛季中，并不算是红魔的绝对主力。如今。 金文哉的身价已从赛季初的两千五百万欧元上升至五千万欧元，仅次于热刺的孙兴敏，成为身价第二高的亚洲球员。他也成为那不勒斯球迷中最受欢迎的球员之一，同时在意甲乃至整个欧洲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韩国，金文在的人气和影响力已经逐渐接近首席球星孙兴敏。他的成功也带动了那不勒斯在韩国的热潮，越来越多的韩国球迷来到这座城市，感受独特的意大利和那不勒斯文化。 并因此爱上了这里。谈及金文在的成功，有一个人他必须要感谢，那就是那不勒斯的主教练斯帕莱蒂。金文在是一个喜欢冒进、喜欢带球进攻的球员，但在之前的俱乐部，他的踢法并未得到重视，甚至受到了限制，导致他的发挥受到了影响。然而，斯帕莱蒂在那不勒斯的战术体系中充分利用了金文灾的进攻特点，他的出众预判、速度和高压逼抢使他能够阻断对手的快速进攻节奏。 并且中卫能够主动杀到中场进行高位逼抢，而不是被动在后场等待对方的到来。一旦成功抢断，那不勒斯的中前场就能够发动快攻，集中火力在对手的半场完成进攻。为了做到这一点，防线的球员也必须具备快速进攻和高位跑动的能力。幸运的是，当时的斯帕莱蒂发现了金文哉，于是，在库利巴利转会切尔西后，他亲自找到那不勒斯高层，强烈要求引进韩国后卫。 本赛季，主帅斯帕莱蒂不止一次夸奖金文哉：“世界上最好的中后卫，每场都至少做出二十件难以置信的事。”我觉得我被认为是欧洲最好的后卫之一，只是因为我现在的球队踢得非常好。被这座城市如此重视，让我感到很荣幸。最后，我要说，球队的每个人都被喜爱，不只是我。我们是以风格取胜的，我想这就是我们被爱的原因。在帮助那不勒斯夺得意甲冠军之后。 二十六岁金文哉的出色表现引起了足球界多家豪门的关注。据媒体报道，曼联已经准备好了资金来签下他。关于金文哉下赛季的去留，外界意见不一。有人希望他可以到更高水平的豪门球队历练，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竞争力；另一些人则希望他留在那不勒斯，巩固自己在球队中的地位，并继续为球队的成功做出贡献。无论他选择哪条路，即使金文灾最终在那不勒斯成为匆匆过客。 那不勒斯球迷也将永远铭记这个憨憨的韩国大个子，并在心中再次高唱 Kim Kim Kim。非常欢迎您留下对金文哉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这位优秀的韩国后卫在足球领域中所表现出的精彩才华和个性魅力。好了，这一集就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我们的影片。如果您喜欢我们的作品，请务必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点赞并分享我们的影片。您的支持是我们创作的最大动力。 我们期待下次再与您见面。